来到时候已经晚上了，所以呢，到今天呢，我们才开始我们怡保的美食之旅。我们好厉害，一直不放弃，一直在尝试，可是就是一直丢不进。哇，进去了耶！已经丢进一个，还要继续。耶，进去，又掉下来。在山洞里面走一走，拍了照片之后，现在我们要去喝咖啡。那这里呢，山洞旁边是有一个喝咖啡的地方。我爸在喝的不是咖啡，他在喝的是鸡蛋，半生熟的鸡蛋。吃东西都要排队。早上好，那回家之前呢，还要继续吃怡保的美食。那今天早上呢，是来吃点心。吃完早餐呢，现在来吃有名的豆腐花。然后呢，有名的东西呢，全都要排队。